妍妍，你都在那儿等我，妈妈去搬绳子哈。喊我搬去了，我都来找你哈。你都在那儿没出来晒太阳哦。小奶奶。嗯，乖。小奶奶在家里干活，我来把这里的竹笋搬回去，中午炒腊肉吃。再不搬的话，可能过两天它就会长老了，然后就吃不动了，会长成竹子了。看这里有一根。哇，这么粗，好嫩呐、啊！哇，好粗根啊，这个。妈妈小心点哈。哎，谢谢宝宝。妈妈看，蓝还要滑。我看到了，这个长高了，不搬它了，我们要搬它，不搬它，要搬它了。哎呦，快装不住嘞！妈妈拿了也有。爸爸，嗯、我来来来，妈妈给你起个名字。好，我要开始剥了。哎呦，他中午炒腊肉。还没解冻哈，没有，就是那个还要切，切薄点儿。我问了那是长尾味道。爸爸那个是啥子？是酸味。难闻的了。你看嘛。那个是哪来的，晓得吧？那是鸡本。我还晓得，那是鸡本的。那是豇豆。豇豆哇！那腊肉太好吃了。哪个腊肉？我不敢吃。那个也不肥。
这是酸豇豆。酸豇豆。我要豆，两两豆。飘飘了，香了那个枣。还有看看去，三片。你不是怕吃的了吗？我是怕肥肉吃起很硬的。你看那还有肥豆豆，我是油的嘞。香。嘿。他要你的身子啊，你听到吗？他想吃你的嘎嘎儿。我又没这嘎嘎。耶，他丢个身子给他肚子，他不吃。嘿嘿，他不收的身子。爸爸来，你带我。来嘛，两个小的给你，好不好？我两个小一点的。来这个，太阳不嘎嘎，太阳，嘿，嘿嘿，你觉得我们两棚子要住几天还要？我看，下午把柱子四根立好完，然后筑起来。那都是你盖那个立条盖瓦的哈，一天搞完了。明天嘛。明天一个人干净还快啊，但是要把另外两个人一起今天下午才行。